声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智慧菩提》。覆云何业或人中圣报？有十种业，云何十种？一，谦卑离慢。二，尊重父母。三，尊重沙门。四，信从婆罗门。五，爱护亲族。六，尊重贤圣。七，修行十善。八，不轻慢布特伽罗。九，尊重师法。十，谛信三宝。如是十种或人中圣报。佛言：妙慧，菩萨成就四法，得富贵身，何等为四？一者，应时行施。二者，无轻慢心。三者，欢喜耳语。四者，不惜果报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应时行施无轻慢，欢喜授予不希求，能于此业常勤修，所生当获大财位。
为人所喜爱之音。王子又问：云何敬业成，魔往不能倦，而于世事中为纵之所爱。世尊答曰：甚解成敬业，精进摧伏魔，如说而修行，所生令众爱。王子又问：云何大摩尼为众之所爱，摄取一切法，唯愿人尊说。世尊答曰：圣智乐具足，不退菩提心，由此摄诸法，为众之所爱。得他人信任之音。不偷盗者，出大贪网，彼人现在，善人所信。若王王等，一切皆信；若于王众，若长者众，若刹利众，若沙门众，婆罗门众，一切皆信，怜爱悯念，信受其语。离妄语者，诸世间人，或有眼见，或有耳闻，一切皆信。设富贫穷，无财物者，一切世人供养如王，如众星中光明之月。王子又问：云何得成就三昧陀罗尼？凡有所发言，皆令人信受。世尊答曰：修心得三昧，忍获陀罗尼，敬重于众生，发言人信受。
佛言：妙慧，菩萨成就四法，所言人性，何等为是？译者：发言修行常使相应。恶者，于善有所不复诸恶。三者，于所闻法不求过失。四者，于说法者不生恶心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发言修行常相应，己罪不藏于善友，闻经不求人法过，所言一切皆信受。受人恭敬尊重之音。若行起时即生宗时，常知止足，不受别请，不食肉，不饮酒，五心能熏，悉不食之。是故其身无有臭处，常为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。眷属不离之音。因无离间，离间语一同两舌，眷属何愿远离高下，霹雳双报。若人不两舌，方便善合争，身为人中尊，眷属常不坏。有非处者，为离两舌之人，眷属分离无有是处，若眷属不离，斯有是处。
离两舌人于现在世受业果报，知是亲友、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坐使、如是等人，皆悉坚固，无人能坏。王吉怨家、二兄弟等，不能破坏。若无财物，亦不舍离。摄持时俭，若行旷野山中险处，皆悉不舍，常乐不离。若有他人种种方便说破坏语，虽闻不受。佛言：妙慧，菩萨成就四法，得眷属不坏，何等为是？一者，善能弃舍离间之语。二者，邪见众生，令助正见。三者，正法将灭，护令久住。四者，教诸有情去佛菩提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舍离见言及邪见，正法将灭，能护持，安住众生大菩提，当成不坏诸眷属。得财富之因。佛言：富有十业，能令众生得多资生报。一者，自离偷盗。二者，劝他不道。三者，赞叹不道。四者，见他不道，心生欢喜。
五者，于父母所供奉生业。六者，于诸贤圣己师所需。七者，见他得利，心生欢喜。八者，见求利者，方便佐助。九者，见乐施者，心生欣悦。十者，见事机警，心生怜悯。以事实业，得多资生报。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福建人、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，初一十五、初二十六，会在门口点一支香。那这一支香点在上面的哦，供养玉皇大帝、诸神；点在下面的哦，布施给好兄弟、孤魂野鬼。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继续努力做下去，每天晚上。至少点一支香，放在树下门口，给那些可怜的众生。你愿意再点一盏灯，让他看到极乐世界，那更是庄严。你愿意布施一杯水，又放在旁边，那更是慈悲。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，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，你心灵改变了，世界也跟着改变了。愿各位经常慈悲因供，慈悲施食。阿弥陀佛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
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今天是六斋日，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眠坐华丽之床，不着香花幔，不香油涂身，不观听歌舞，不非食食，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，随喜您的功德，阿弥陀佛。发挥慈悲，抢救生命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